大家好，这是萨凯的双踏带。那通常呢，双踏带那就会有个拉链可以打开之后，它会有个分隔，然后可以双踏可以放在这里面，然后你的其他的零配件啊、鼓槌之类的就可以放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它也是蛮厚的，但是这个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大的稀奇。那厉害的地方呢是这样子，它通常我们带双踏带出去的时候装了双踏，就是手提或是背起来然后带出去。那假定你今天又有个行李箱或是你有个头发箱，对，那你要出去的时候就超辛苦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后面下面有一个挂钩挂布，你就可以把它穿在这个地方穿过去，然后呢它这个束带把它打开就固定在这个位置。是的，然后呢你就可以抓在这个位置，很轻松的，对，可以推行，好，非常的方便，对，这个设计实在是非常的棒，这就是萨凯的双踏带。